学。请看《菩萨问名品》，教化甚深呢。这个幕后李长者的合论，那么他把这一大段呢分为三点呢来为我们介绍啊，说明这个大意啊。第一呢，就是科其颂义啊，我们学过了。第二大段呢是菩萨名啊，我们从这里看起啊。二是菩萨名者，唯将如下颂中善大真假发财，而会施众生，故名为财首啊。所以这个教化甚深这一段呢，第二大段呢，二性位的菩萨啊，菩萨的德号啊称财首啊。财首是什么意思呢？长者呀，为我们说出来了啊。这个善大这两个字非常重要啊，达是通达，善是善巧啊，通达了什么是真的发财，什么是假的发财啊。这样子会施于众生，就是教化众生啊，啊传授给众生呢、啊、所以菩萨德号啊称为财首啊。那么什么是真的发财呢？以实性心中发财啊，这是真的发财。初实一生之现，名之为首啊。为什么叫财首呢？这就说明这个实性位里头所讲的实中甚深。字字句句都给法性相应，这是真发财啊。那么开始教化众生啊，这是性位嘛，性位是开始嘛啊。这开始利益众生，教化众生，称之为首。那么在这个地方我们要知道，这是大乘圆教啊，在佛法里头，无论是宗门还是教下，是大乘还是小乘啊，清凉大师判教，判世尊一代十教为五教，小时中顿圆啊。天台大师以法华经判为四教，藏通别圆啊。即使
所说的教外别传，这大家晓得禅宗叫宗门啊，或者说显教密教，无论是哪一宗，无论是哪个法门，以什么为学习的基石呢？啊，基石基础开始。啊，从哪里开始？从哪个地方奠定基础？这个诸位啊，一定要知道啊，涉山业道啊。涉山业道经不长。分量大概跟阿弥陀经差不多，太重要了啊！今天我们都知道啊，佛教衰微也，衰微到极处了。我们自己为佛弟子学佛多年了，自己认真反省一下，有什么成就呢？啊，正如我们前一代的大德常说，参禅没开悟啊，学教不能圆解，不要说大开了，念佛功夫成片没有得到啊，持咒三迷不相应，这是现代的佛教。现代人，你要说不聪明，我不相信。我觉得现代人在物质受用方面比过去人福报大。啊，在这个聪明常识方面比古人丰富多了。为什么学佛不能成就？啊，不但是学佛不能成就，在世间法里头也很少看到有成就的。啊，不要看到现在有许多啊，得大财富发大财的啊，具有很高地位的，他自身这一生呢不容易保住啊，我们看这个有一些报道传到我这边来呀，啊，是报纸是杂志里头的，我都不太清楚了，啊，他们传来给我看，啊，全世界前400名的富豪，这世界知名的富豪啊，啊，这个他们评估啊。20年之后，80%都会破产倒闭，一代都保不住，啊，自己本身都保不住啊。
那么这个不是真的有财富啊。真有财富，我们中国人常讲啊，富不过三代啊，你还能保三代啊？你自身都不保啊，这是假的啊，这绝对不是真的。世间这个财不是真的，你修学法门这个法财里头也有真假。我们都要有能力辨别啊，我们这一生才能得受用啊。你是不是真的想得财富啊？真想得财富，佛在经教里面教我们啊，得世间这个财富要修财布施。那你要得法财呢？你看看这个地方也是讲惠施众生呢、啊、还是修布施，修法布施。修法布施你得法财。啊，修财布施你得世间财富。啊，那么这个法财里头有真有假，实际上真假是相对的，没有绝对的。啊，我们现在以大乘佛法来布施，都不是真正的法财。啊，什么原因呢？程序上搞错了。啊，比如说我送你一栋大楼，哦，你很高兴啊。啊，十层的大楼。可是怎么样呢？没有地基。我把这个十层大楼的图样画给你了。资金给你了，材料给你了，你没有地方盖呀，你没有土地呀，你没有地基，空喜欢一场啊！啊，所以这个不是真实。我说这个话是什么意思呢？这个大乘佛法啊，《华严经》是不是功德发财？真的，决定不是假的。你这一生能不能得到？啊，学习华严很欢喜。不得受用，妄想、分别、执着，学这么多年呢，没有减少一点呢，不但没有减少啊，烦恼执着可能还随着你的年龄在增长。恶业依旧不断了。啊，想一想果报呢，还是在三途六道。那么这个发财不是真的了。啊，我们讲受用，
你没有得到真实受用。真实受用要在什么地方呢？在基础。所以我们在此地看到啊，初始一生啊，一是利益了，利益众生的啊，这个初始诸位一定要知道啊，是什么法门呢？十善业道啊，所以学佛了要从十善业道上打基础。十善业道是学佛的预备，没入门呢。入门是什么呢？在家学佛，三规五戒。诸位要知道，十善你已经有了，你才能受三规五戒。没有十善，受三规五戒是假的，不是真的。那为什么呢？不能算是善男子、善女人。啊，善男子、善女人一定要落实十善业道。啊，真正做到了不杀、不盗、不淫、不妄语、不恶口、不念舌、不绮语、不贪、不嗔、不痴，这世间的善男子、善女人啊，可以有资格啊，现在讲有条件呢，有这个条件就可以接受三规五戒，在家学佛。那么出家学佛呢？这个基础啊，也是十善业道。有了十善业道，才可以去受沙弥戒呀。啊，善男子受沙弥戒，善女人受沙弥尼戒。啊，沙弥戒落实了，再受比丘尼戒。比丘尼戒落实了，都做到了，再受菩萨戒。啊，过去三坛大戒不是一次受的，三次。啊，你前面没有做到，不能够受后面的，不可以列等。不像现在受戒三坛大戒一次完成。啊，至于你能不能做到，倒是一概不问。啊，形式上一次就圆满了。啊，只有形式没有实质。啊，所以佛教衰了。啊，我实在是非常恳切的期望，在我们这个地球上出现一个道场。啊，这个道场人数不多没有关系。释迦牟尼佛当年在鹿野园五比丘起家的。啊，你现在这一个道场五个人就行了。它就是一个僧团呢，如理如法的修行啊，从哪里做起呢？从《弟子规》做起。
弟子规百分之百的落实。啊，弟子规要非常认真的学习。为什么呢？它是十善业道的基础，是十善业道的落实。啊，十善业道是个纲领啊，世尊提了个纲领啊，怎么落实呢？弟子规就是落实。啊，所以弟子规落实了啊，十善业道就做到了。啊，学十善业道经呢，你就真的懂了，明白了。哎，你的基础奠定了。啊，十善业道、弟子规这两样东西落实，你要是发心呢？可以出家了，不能受戒。啊，那要仔细看，你是不是能真正做到啊？80%-90%，啊，到这个时候啊，你才有资格受戒。受什么戒呢？沙弥戒。啊，一定要照古人的规矩去做啊！啊，受沙弥戒。啊，沙弥戒呢，三个师父就可以传授。啊，不要像比丘戒呀、比丘尼戒要三世七真。啊，沙弥戒三个师父就可以传。啊，一定要落实沙弥律仪，十戒，24门威仪，你通通做到了啊！沙弥律仪是我们佛门入门的弟子规。啊，佛门入门有弟子规。啊，诸位要知道，佛门入门的弟子规不是十善业道经。十善业道经没入门。啊，但是十善业道经是入门的基础。啊，你有这个你就可以剃度。啊，没有十善业道，没有弟子规，不能剃度啊。啊，这个不可以不知道啊！啊，剃度之后真的要学出家人，要学做一个释迦牟尼佛的好学生。啊，释迦牟尼佛的好学生的标准就是沙弥律仪。啊，沙弥律仪能做到了，才能受比丘戒。比丘戒做到了，才能受菩萨戒。啊，可不是一次完成。啊，我们这个世间要出现这么一个僧团。啊，人数虽然只有5个人，这个僧团是真正的僧团。必定诸佛护念，龙天善神拥护啊！啊，这样的僧团出现，整个世界的人都有福了。啊，为什么呢？正法住世，这正法住世的时候，这个世间很多灾难都会化解。自度度他了，自利利他了，啊，就在我们肯不肯干了，啊，我老了。
心有余而力不足啊。这么多年来，年年岁岁都在摸索啊，都在反省啊，都在检讨啊，啊，才把这一桩事情看清楚、看明白了。啊，我们错在哪里？我们应该要从哪里下手？啊，希望后人呢能觉悟，能走向光明大道，能走向成佛之道啊！啊，所以《弟子规》《十善业道经》啊，我们这是讲。学佛的根基，这两样东西要背，不但要背，还要能够默写。啊，《十善业道经》过去我讲过，我们印的这个经本是小本。啊，为什么呢？便利于携带。啊，因为它分量不多。前面有雍正皇帝的上谕，啊，占了两页。第一页、第二页的是雍正上谕，好，非常非常之好。从第三页起，这是经文。第三页到第十一页是十善业道里头主要的一部分啊，这一部分要能背，也要能够啊默写啊，要能够啊讲解里头的意思啊，为什么呢？你才能做到嘛。你在日常生活当中境界现前，你才能想到佛怎样教我，我应该怎样学习啊？这就是真正发心要想做如来的出家弟子，你要有这个标准啊！啊，古时候出家人呢是要经过考试的。你说考什么？如果我是个主考官，你们诸位想想，你想出家了，我考你什么？十善业道经是必定的必修课，啊，另外要考你的佛学常识啊！啊，因为你出了家之后啊，你专门去攻读啊这门功课啊，啊，一定要考你啊，你对佛教的认识啊！啊，你的志趣，你修学的目标啊，那这个是一定要考的啊。啊，你为什么选择这个行业？你的目的何在？啊，那么当然基础
儒家的基础啊，因为在中国不考小乘啊，儒家的基础，道家的基础啊，以这个代替小乘进入大乘教。你将来才能够弘法利生，续佛慧命啊。这个续佛慧命啊，就是世间所讲的为往圣继绝学，弘法利生就是为万世开太平。事出世间法没有两样啊，啊，这样的志向你说这个主考官去不去的？当然录取。社会、国家、群众需要导师啊，佛是天人师啊，佛的弟子是老师的身份啊，所以称你法师。啊，师解惑、传道授业。你自己没有道德，没有学问，你怎么能称师啊？这是我们要知道的。啊，那我们已经出了家了，当年出家也是糊里糊涂出家的，根本就不懂得这个出家是怎么回事情。啊，没有关系，个人因缘不一样。现在懂得了，回过头来补习啊，还来得及。啊，如果现在我们不这些课程，像学校一样啊，补修这些学分，啊，如果要不补不及格，那就是古人所说的了。地狱门前僧道多啊，这里头就有你一份了，很可怕，不是儿戏啊，不是开玩笑的啊，一定要认真，要好好的学习。提升自己的道德，提升自己的学问，教化众生啊！现在这个世界，一切众生缺乏的是什么？伦理道德。大乘佛法确确实实是建立在伦理道德的基础上啊，我们净宗学会成立的早啊，啊，在成立缘起里面我们就肯定啊，遵修普贤大师之德了啊，我们净宗修学的纲领、宗旨、目标啊，是以观无量寿经、净业三福。
为依据啊，指导的最高原则。啊，目标是十大愿王道归极乐。啊，所以我们在行门方面，我们定的十三福、六合、三学、六度、十大愿望，五个科目啊！啊，三学里面第一条，孝养父母，奉事师长，慈心不杀，修十善业。这个四句，前面两句就是《弟子规》，孝养父母，奉事师长，这《弟子规》啊。后面两句就是《十善业道经》啊，慈心不杀，修十善业。这两部经你落实了，你真正依教奉行做到了，那你就是这个佛在经典里面常常叫的善男子、善女人。哎，你就是善男子、善女人啊！展开经本呐，哎，你有份呐，你有条件呢来学习啊。啊，这是世间善。那出世间呢？第二条才是出世间。啊，第二条是在讲世间跟出世间的时候，是都有的。啊，通世间，通出世间，第二条。啊，只有三句，十二个字。受持三规，具足众戒，不犯威仪。啊，所以我们在对出家人来讲呢，小乘戒就是沙弥律仪。啊，在家同修有在家的戒律。古大的非常慈悲也啊！佛在经教里面哪些教导在家同修的，他都把它汇集在一起啊，变成在家律。啊，第三条就大成了，发菩提心，深信因果，读诵大乘劝进行者，这是我们净宗修学指导的纲领呐。啊，我们选择经典，就好像你说选择课程，都是依据这一个指导原则。啊，所以我们选择弟子规是孝养父母，奉事师长。选择十善业道是慈心不杀，修十善业。都有依据的，你不遵守这些原理原则，你怎么会成就？
啊，所以这是我劝勉同学们，啊，还没有出家的要依教奉行，已经出家的要发心，认真的来补习，啊，把这些课程呢要补足。那么这是善达真假发财而惠施众生啊，我们自己修行就是发达，为什么呢？自己修行就是个好榜样啊！啊，如果说是我们有啊四个五个啊几个同修啊志同道合，认真努力来依教奉行呢，组成一个小僧团，这就是给全世界。僧团做一个好榜样啊，我们真做到了啊，这叫财收啊。世界名莲花色者，名词信中啊，以法圣财饶益众生，令自他性无染着，莲花出污泥而不染。啊，我自己不染着，也帮助别人不染着，所以这个世界叫莲花色，表法的。菩萨名号也是表法的。啊，让你听到财寿菩萨啊，他们住的是莲花色世界清净不染了 啊在这个世间绝不染世间的五欲六尘名闻利养，彻底放下了。我们在前面这个十首偈里头读过啊，特别是最后一首偈总结讲得太好了，你要是真正了解诸法实相，你还能不放下吗？能愿所愿，能现所现，能变所变，啊，种种诸法，俗灭不暂停啊！念念悉如是啊！你能贪念吗？你能控制吗？你能得到吗？一场空。学了这些经文呢，佛祖常常告诉我们呢，要怎样才能得受用？一文入观啊，我们真的清楚了，真的明白了，在一切时、一切处。六根接触外面的境界，你有没有想到佛在经典里面给我们的教诲？时时刻刻想到，所有一切法，啊，就是能生所生，能变所变，能缘所缘，刹那不停。不停留啊，刹那不住啊，那个生灭的速度之快啊，我们没有法子想象啊。
我们想一想，我们说一句，不知道是多少亿万次的生命了，这是事实真相，这是佛知佛见呐。万缘放得下，心地清净，没有染着了啊！所以真看破了啊，他才能放下；没看破，他怎么能放得下呢？啊，六祖在这个八句法相颂里面讲的。啊，若于转处不留情啊，那个不留情就是彻底放下。我们想想看，我们为什么还要留情？对于事实真相完全不了解，佛虽然是苦口婆心教导我们了，习气太深。为什么呢？境界现前呢，把佛的讲的话忘得一干二净啊，老毛病老习气呀，又现形了还是烦恼习气做主，还是它起作用？这样学佛，怎么会得利益？啊，那我们实在讲，我们的心里面呢，是非常想学佛，非常想能提起观照功夫。我们真有这个心，有这个心的人还真不少，那都不是假的，是真的，但是就是做不到。这什么原因啊？我们要把原因找到，原因找不到永远不能解决问题啊！这个原因是我们的烦恼习气太深了，太多了，太杂了，无量劫一直到今天呢，成了习惯了，一下要改，哪有那么容易啊？世间人常讲啊，习惯成自然，少成若天性啊，那从小养成就像天性一样。江山易改，本性难移啊！这个本性就是习性。你看看，多困难！啊，困难我们也不能放弃啊。那又怎么办？佛教给我们的方法还是熏修。啊，习气烦恼，无量劫来的熏修，那我们今天用什么方法？密集熏修，会产生不思议的效果。啊，密集熏修啊！日夜不断。善业勤恳呐，生于业啊！所以这个净宗法门真的有它特别殊胜之处。
那就是什么呢？一日到七日成功，密集熏修，产生不思议的效果。啊，日夜不间断。有啊，不是没有啊。啊，古人最明显的例子，宋朝的云珂法师，啊，他念佛，就是一句佛号，三天三夜，不吃饭，不睡觉，不喝水，三天三夜就是一句阿弥陀佛，啊，真的，他念到没有杂念的。一个杂念都进不去啊！哎，三天三夜就把阿弥陀佛念来了。啊，他也求往生。啊，为什么呢？他的毛病习气太重，戒律清规他做不到。破戒犯规呀！但是他有一个好处，这个好处救了他。什么好处呢？相信因果，自己常常想到自己的行为，知道自己决定堕地狱。那么想到地狱苦，太可怕了，决定不能去啊！那想不堕地狱怎么办法呢？除非往生极乐世界，他没有中间路子好走啊！不是到极乐世界去往生，决定堕阿鼻地狱啊！他从这个地方才产生了大愿力啊！三天三夜一句佛号，恳求释迦牟尼佛，释迦牟尼佛来了，告诉他：你的阳寿还有十年，这十年当中啊，你好好的修，到你命终的时候，我来接引你。啊，云珂法师，他真的有自知之明。但是在十年，我又不知道做多少坏事啊！习气太重啊，经不起外面诱惑。他跟阿弥陀佛说：“他说，我十年阳寿不要了，我现在跟你走。”啊，阿弥陀佛也同意了。好，三天之后我来接你。佛讲话算话了，绝对没有妄语啊！哎呀，这是云珂法师这开心高兴啊！啊，把自己的疗房门打开，哎，告诉大家，三天之后往生。这个寺庙里面没人相信啊！你这个样子，门关了三天，晓得你在干什么？三天之后往生，好在三天时间不长，我们看。看你三天以后往生不往生啊？到第三天上殿念佛，他恳求大家啊，恳求大家慈悲呀，念佛送他往生啊。他的言辞很恳切啊，不像是说假话，也不像是开玩笑啊，大家也很认真。念到一刻钟啊，古时候一刻钟啊，是我们现在大概半个小时啊。云珂禅师这个法师告诉大家：“阿弥陀佛来了，我跟他走了，没有生病。”
真的走了，这个事情就记在历史上。所以这是净宗这个法门的快速，哪一个法门能比得上？若一日到若七日，不是假的呀，是真的。就是你有没有真心，你肯不肯真干。现在时间到了。